大家好，我是张师，小李打电话喊我过来吃豆腐，他说那点豆腐回去嘛，结果过来豆腐没吃成，给我整了一堆这种，对不对？懂得起噻，现在干点东西多。好的。再不木口了，哟，明天的。啥噻？皮皮十几落了。嗯。这个门你少吃两碗。狮子又不招人，搞不要吃。你招人。哼。他都吃两碗够啊。吃两个柿子扔来的洗手，牙巴牙巴的，折那个花生也是嘛，能牙巴牙巴。又掏了表叔，表叔今天折花生去了哈。表叔，嗯，你今天折那个是我们今天这才种的新品种哦。新品种啊？嗯。我那点儿皮洗的。煮花生煮要不得，晒干了再给你拿过来嘛。算了，我不让你给我拿过来，我自己过来拿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花生是白花生。哎，要不我拿你回去晒要不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晒。我把着那么宽，我自己晒。嗯，我那天是有把子，我刚才没反应过来，你要晒干了喊我来拿。嗯哼。不会，好意。我啥子呢？行不行？你过来塞的。白椅子啊？嗯，白花生的吗？我觉得它跟那个黑花生一样，就是长得大颗，还没得那个。没红花生香强，感觉。嗯。呸，吃泥巴了！一起吃嘛，都是辛苦背回来的。吃成泥巴了，啥子臭的，放那慢点洗过来吃。我本来说丢在那个兜子里头，表姐喊我丢在脚盆里头，他说那么子洗的时候好洗洗。洗这个飘的，它是要洗洗。嗯，这个花生。要么有个把子还生羊了那个，生了。哎，表姐。啥子？哎，你屋里有鸡蛋没得？我借过十二十个嘛。鸡蛋你早点不借。对了，你爷母子都去整个了，只有几个在那里。啊，可不可以帮我买一点点嘛？没事，这两天进那个得光的时候，你都当差不多都去整个了，哪里好？